癌症位居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，除了手术，放射线治疗也成为另一项新利器，尤其是针对年长、心肺功能不佳或者是肿瘤位置不适合手术切除的病患，放射线治疗成为重要的抗癌替代疗法。因此大林慈济医院特别引进新一代的标靶针光刀，持续监控，不是一开始看到而已，所以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可以去调整，利用六D智慧调控床去调整它的方向和位置，让它翻转，让它倾斜，让它旋转，这样子可以让肿瘤非常的精准，治疗速度要快，借由标靶针光刀执行立体定位放射线治疗，由于可以准确定位出肿瘤的位置，因此治疗中可以使用较高剂量，在不会伤害到正常组织下，又能缩短治疗过程，治疗天数只有一般放射线治疗的四分之一，治疗过程中病患也不需要住院，对于肺癌跟肝癌有更加的治疗效果。